全油管最快新闻。外交部发表声明称，根据一九九二年领海法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设立北部湾北部领海基线。这一举动是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重要举措。外交部强调，中国将坚定捍卫自身海洋权益，维护区域海洋秩序。此次声明引发国际舆论关注，各方对此展开了热烈讨论。 外交政策一向备受关注，本次声明也将对地区稳定和海洋争端有着重要影响。希望相关国家以对话协商方式解决分歧，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宁。订阅新闻极速的，最先知晓天下事。